原住民传统领域划设引发争议，部分原住民展开长期抗争，希望政府不要将私有地排除于传统领域范围，应该充分尊重部落历史，落实原基法资商同意权。很多人爱吃鱼，但是你认识鱼吗？海岛台湾渔业资源丰富，但是大部分的人不知道周遭有哪些鱼。如今海洋资源枯竭，但是许多被捕获的鱼却被浪费掉了。改变其实可以从餐桌开始。台湾四面环海，鱼种丰富，但是我们对周遭的鱼其实很陌生。公司老板说哪一个鱼可以吃？因为不认识鱼，不了解鱼，所以有许多的鱼并没有被珍惜。青鱼也是啊，朱家鱼也是啊，它其实在日本来讲，它是一个很亲民的一个平价食用鱼。那可是，在台湾就是当作是一个拿去喂饲料，不然就是一斤可能30块、20块这样子。渔民是造成海洋资源枯竭的元凶吗？其实改变的开端也在我们的餐桌上。早上7点，基隆渔港的码头边，渔工们正忙碌地卸下一批批的渔货。这是码头鱼啊，哈。哎。啊，这是红木鲢了，这都高价值的了。哦。啊，现在都很少啊，高价的红木鲢了。一上来10天才抓那么一点点，那个比较好的鱼才抓一点点的。渔贩来到这里买刚下船的海产，这些冷冻渔货中只有40%可以卖到市场或海产店，其他60%以上都是廉价的杂鱼，只能卖给加工厂商做成鱼粉或是养殖用的饲料。养殖有养殖的鱼货，它工厂有那个加工的工厂鱼货，这个1公斤才60几块、70块而已，第二钱还不够，这个船那个工鱼工啊，那个工资啊，哇，一个月多30万块。台湾沿近海的鱼类多达100多种，近来渔业资源锐减，但很多渔获却没有被好好的利用。不是无鱼之岛，不是渔民把鱼抓光，而是我们浪费了很多的。白尚儒生长在基隆，从小跟着父亲钓鱼，回想起小时候在渔港边，海面上常常有整群的海鸟追逐着鱼群。如今鱼群锐减，海鸟也是零零落落。为了挽回心中曾有过的海洋，他开始在网上建立永续渔业讨论的平台，串联消费者、渔民、学者、专家。在2017年成立台湾永续鲜鱼发展协会，有许多渔民加入，成为推动永续渔业的生力军。并不是说，因为像我们现在一直想要推广，就是不要去用这些破坏性的鱼法。因为第一点，你把那个栖地破坏掉了，那鱼你再怎么样它都回不来。比如说我们钓到太小体型，哎，我们也不要放生，或是就是我们就不要钓它，我们就换个地方，这样是不是它以后也会再长大？推动永续渔业，除了渔民本身的意愿，消费者的力量也是关键。台湾虽然是海岛国家，可是大部分的人并不知道周遭有哪些鱼，也不太懂得要怎么料理。就是因为你如果不懂得怎么处理这条鱼的话，那你当然就你后续说吃怎么利用你就不知道了嘛。像以前很多老人他们一种比较小型鱼的有刺比较多，他们其实都知道怎么吃啊。那可是现在他就不会吃，那就当然就是把它拿来当饲料了嘛。为了让民众知道怎么样吃鱼对海洋生态才有帮助，台湾永续鲜鱼发展协会从2018年开始举办课程，教大家辨认鱼种、鱼法以及料理方式。它这个鱼叫做那个
蓝原生。那一般我们在市场上可能都会叫它竹夹鱼，不过其实竹夹鱼是还有另外一种鱼。这种鱼啊，它的我们北部的，它这种鱼在北部的俗名有一个是另外俗名叫做硬尾仔，哎喂啊，那硬尾仔就是等一下我们可以摸它尾巴，会有很多那个硬鳞。除了辨认鱼种之外，食鱼教育的课程也教民众怎么样处理鱼，才能保有新鲜美味。是我完全没有处理过的，就是用我们台湾一般对待这种鱼的处理方法，就是钓起来或捕捞起来就丢旁边，让它自己跳到死掉，对不对？然后最后再丢冰箱冰。那另外一条是我们从活鱼抓起来之后，就是用人道宰杀，就马上让它处死，那减少它的挣扎和痛苦，然后并且放血。哎、欸，不一样。帅哥，我们摸摸你看，我就会用力吸。有，你觉得味道怎么样？鱼啊，在死掉之后，它一个会进入放血的，那再来就是味道比较呛鼻，比较腥一点。我们昨天有在，然后有放血的，就感觉比较清新的感觉。没有处理过的鱼，大概半个小时就进入。用力啊！慢慢看，小朋友觉得有什么差别？一个比较重，一个比较淡。也许你会觉得奇怪，一条鱼新不新鲜跟健康有关，但是跟渔业资源的永续又有什么关系呢？有些渔法，因为它的渔法可能在捕捞过程里面没有办法让鱼保存在比较新鲜完整的状态，比如像底兔网等等的一些渔法，那这个鱼法它可能在捕捞过程，它可能会让鱼在网子里面会停留时间比较久，那当然它的新鲜状态就会比较差。根据研究，拖网的混货比例高达50%以上，造成资源浪费。白尚儒认为，台湾渔业过去只追求数量，但是在提升渔获品质与附加价值的努力上还相当落后。以竹夹鱼来说，大量捕捞一条只有20-30块，常常被当成下杂鱼拿去做养殖用的饲料。但是在日本，用一只钓钓上来的竹夹鱼，因为保鲜得宜，可以做成生鱼片，价格就是台湾的10几倍。我们把那个鱼货的保存保鲜什么做好的话，一烧鱼，一条鱼，我可能本来只可以卖50块，可是一条鱼我卖到100块了。那是不是我就不用去抓那么多鱼，对不对？然后这样自然说，你海里的资源就不用去猎取那么多啊。我们的鱼又没有比别人差，可是为什么我们的价钱要卖得这么低？有遇过竹夹鱼吗？没有，没有。那之前认识这种鱼类吗？认识，常吃啊。很常吃，很常吃啊、哦！那之前都有什么样的料理的方式？烤的，或者是那个去料理店，它直接都是用蒸的。因为竹夹鱼本身的事没有什么小事，都大的事，所以处理起来蛮好处理的。只是要摆盘就要花一点心思，怎么去摆？对啊。爸爸妈妈将竹夹鱼肉一片片切下，小孩仔细的挑刺。原来竹夹鱼也可以做成美味的生鱼片。这等于是另外一种新的方式介绍我们认识，其实竹夹鱼也有很多种其他的鱼，所以我会觉得是一个还不错的教育课程。以目前现在的渔业现况来讲的话，如果你能够鼓励一般人更了解，其实这样子吃当地，你也是可以吃到新鲜的生鱼片。我觉得对鱼类永续是一件很好的事。对。小型洄游性的鱼类，像竹夹鱼、沙丁鱼、秋刀鱼，因为数量比较多，是比较建议食用的鱼种。其实长得很快，他们可能一年他们就可以进入繁殖季了，所以他们资源恢复的是比较快的。那也因为他们身体银白色，是因为他们栖息的环境在水层中间，所以要去捕捉他们所使用的鱼法，可能是用中层的网子。围网之类的，而不是使用比较有争议性的这个底拖网，所以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些鱼类都是我们觉得比较推荐的种类。
白尚儒笑着说，好好对待一条鱼，你才可以认识一条鱼真正灵魂的味道。而这个好好对待不只是渔民的责任，也是消费者的责任。就是大概60岁、50岁以下的，其实他们都能够接受新的观念，然后愿意去做改变。因为他们其实也知道说鱼越来越少了，那我们要从怎么样从用最少的鱼让它发挥最大的经济价值？它并不是去炒作它，而是说让这条鱼真正的价值、真正的美味被大家认识、被大家看见。食鱼教育不止在都市，也延伸到产地。花莲七星潭沿岸的定制渔业，从日据时期到现在有近百年的历史。渔网固定在海中，像一层层的阶梯般，鱼群可以游进去，也可以游出来，是一种相对上比较友善的渔法。捕获的鱼也以洄游性鱼类居多，等到收鱼时刻，船长会小心翼翼将船开进最内层。好，你可以看到定制渔船的船已经开到我们的网具里面的最后一个网子箱网的地方，它已经进行准备进行收鱼收网的作业了，也就是把水底下的网子拉起来，靠人跟机械一起合作把网子拉起来。定制渔场第二代的老板黄建卫回想小时候，台风过后，许多渔民都会来岸边捡拾被浪打上来的鱼虾。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消失，渔获逐年下降，业者也必须寻思转型之道。可能以前的渔获量还有办法撑起，就是这些工作的人，那后来就是势必就是得有不一样的想法进来这个产业，然后做一些不同的教育工作啊，或者观光产业的工作。黄建卫的表妹黄文琪大学时念海洋管理，因为对海洋的热爱，毕业后回到家乡，希望替传统渔业带来转型的活力。大家可能都以为是青年返乡，哇，就很棒，然后家里人应该很高兴，其实没有。当初其实我回来的时候，我就说，如果我是他女儿，他就把我腿打断这样。黄建卫曾经去花莲的国小上课，他问学生午餐都吃什么鱼，学生的答案却是喜相逢这些进口鱼。他心头一沉，自问为什么自己家捕捞的鱼，当地学生却吃不到，也不认识。可是我们每天抓起来的鱼这么多，我们一年度抓的鱼这么多，那这些鱼都去哪里了？都不是我们一般的，就连学生们都吃不到了。定制渔场的鱼货大部分都送去加工厂做成各种加工品，在一般市场很难买到。为了让民众更了解花莲近海的鱼类与渔法，黄文琪与赏金船合作，游客出海不止赏金，更会到定制渔场附近近距离观察渔民作业的方式。因为整个海湾呢，它还有大家合力，然后呢你可以看到它已经把捞勺已经拿出来了，钓臂已经开始启动了。只有在被抓到大船上之后，他们会马上做一个冰镇保鲜的一个动作，这时候呢鱼才会死掉哈。但是一些生命力强的鱼，有时候到岸上你会发现它也还是活着哈。所以定制渔业的所捕获的鱼种的鲜度呢，是其他鱼种大概望尘莫及的。
所以就是我说，其实有没有可能透过像这样我们设计从大海到餐桌这种产绿的小旅行，大家其实在透过吃鱼餐桌倒回来去看到底他们吃的鱼从大海被捕捞上来，然后到桌上吃的是谁，怎么被抓，去做像这样游程的设计。渔船将渔获吊到礁筏上，沉重的渔网一放上去，海水立即淹过礁筏。那个渔老长要把礁筏开上来，不是那么简单的事。状况决定什么时候把船封上来。渔老长看准时机，冲回岸边。这些都是靠几十年的经验与技术的累积。礁筏冲上岸边，再靠散装车协助把礁筏拖上来。网袋里装满了各种煎鱼，等待称重。除了到现场体验渔场作业方式，业者也提供新鲜的渔获教民众怎么料理。体型比较小一点的是人工的，那当季的鱼呢很重要，因为它流溪，所以盛产最好吃，而且因为盛产所以价格比较低。今天吃的七星仔它是吃什么？我们今天吃的七星它是有没有牙齿？点点小牙齿，好，所以它会吃小鱼或是浮游生物，所以它其实是属于比较中低层的。我们会建议比较是吃金字塔比较中低层的鱼种。之前有煎过这种鱼吗？没有第一次。我觉得没有真的看过，你真的不会有那种感动，对，真的不会有，还蛮特别的体验。台湾是一个海岛国家，我们其实有很多很棒这些丰富的海洋的资源，可是过去我们因为没有机会，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煮，所以会害怕，所以就不敢买。对，所以在我们游程里面很重要，都会设计一定要教大家怎么去煮。其实我的愿景是找到更多对于友善海洋这件事情是认同的好朋友们，然后来就是对于推行那个永续海鲜就是这件事情。不只是野生鱼类，养殖的水产也有相当大的差异。台南七股是文蛤养殖重镇，很多人不知道七股的养殖环境其实很特别。我们这边都是纯海水，我们这边是最友善养殖的一个环境。我们就是涨潮进来，然后退潮出去，用这样子来控制它的那个水位的高低。那文蛤它比较喜欢就是比较喜欢不要太高的水，所以我们就要控制我们的水位在差不多，大概40公分、50公分左右。七股细湖的养殖环境得天独厚，不用换水，也不用水车打气。养殖密度只有云林彰化的四分之一，养殖时间长，成本也比较高。有可能会裂开。成大毕业的三个年轻人来到七股，想为渔村的发展做一些事。他们看到七股文蛤养殖方式天然，在市场上却没有鉴别度，也不见得被消费者了解。于是与渔民合作，设计各种体验课程。对，大概有四分之一的蛤蟆是从七股来的哦。有没有发现其实蛮多的？但是你平常吃蛤蟆，你吃火锅的时候，你会知道你蛤蟆从哪里来吗？你去买的时候，你也不会知道，对不对？从冰箱来的，没错，你也蛮聪明的。透过我们的慈鱼教育的方式，他就会知道说，原来七股的养殖方式是比较
低密度的养殖方式，那纯海水的养殖它又会长得比较好，比较味道比较鲜美这样。这边的小孩他爸爸妈妈很可能都是从事渔业，但是他们的小孩本身对渔业完全不了解。课程其实是从跟在地的小学合作开始，然后先这边试验，包括我们的教具也做出来，简报也做出来，跟那个模式也大概试了之后，我们才开始发展是对一般民众、城市民众的课程跟游程，不是为了让你来玩而已，我是想要让你知道这里的知识是什么，那他最好就是回去影响他的生活的饮食方面的，比方说行为，或者是他去怎么去看待他桌上的每一个食物这样子。除了室内解说，学员实际到渔温里跟着渔民一起摸文蛤，外壳又黑又亮是七股文蛤的特色。我请教大家一下，以前你们看文蛤的话，它是什么颜色的？咖啡色的。咖啡色的。你们来这边看有没有这个这边的文蛤比较黑？有没有比较黑？对。其实它跟我们的，因为它的生长地方它是在土里面，因为我们这边文蛤是比较黑，最主要是我们这边是海埔新生地哈，它的那个泥土那个土质，它的沙质哈比较肥，比较那个有机质比较多，吃的时候都不知道这么辛苦，对，自己来摸才知道，真的粒粒皆辛苦。我们希望有一种情感的连结，啊，他比如说他吃到东西，哎，他这个口感。他能够分辨说，哎，这个是哪里的？当他吃到这个东西，他想到这个环境，然后你想到这个人，哎，也觉得非常可以信任，然后你也信任这个地方，然后他的口感又非常好。那相同的价格，你为什么不买这个东西呢？从野生的鱼类到养殖的水产，到底什么该吃，什么该少吃呢？2012年，中研院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出版《海鲜指南》，将海鲜分成绿灯、黄灯、红灯三种。2018年重新修订，青鱼因为语法的问题，从绿灯改列为黄灯。目前正当产季的花蟹、三点蟹等属于黄灯，要大快朵颐前，恐怕得先想一想。另外，像是乌贼、野生石斑、黑尾鱼以及沿岸各种珊瑚礁鱼类都是红灯物种，要避免食用。珊瑚礁鱼类很多的鱼类，它们属于定期性的，它活动范围比较小一点的，那资源的恢复也会比较慢，加上它成长速度可能是比较慢一点的，像石斑类的、珊瑚礁石斑类等等的，所以我们就尽量的希望大家不要去消费这些珊瑚礁的鱼类。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鱼从绿灯改列为黄灯，甚至是红灯呢？政府的渔业管理很重要，但是在捕捞方式与管理制度仍不完善前，消费者只能从餐桌上开始改变。我们家以前是海鲜店嘛，其实我们很在乎食材到底新不新鲜。那可是我们发现到，在台湾我们消费者的习惯，我们喜欢便宜又大碗。我们喜欢 CP 值高一点的，所以我们不太愿意多花钱去买比较新鲜的食材，所以我们是不是能够更聪明的去选择我们的海鲜，让我们的后代跟我们一样都有这个权利去享用大海给我们的这些的享受的东西。台湾人爱吃鱼，但是从产地到餐桌吃鱼这一门课还有许多篇章可以学习。